好，美国大联盟历史最悠久、规模最大的台湾文化活动大都会台湾日已经迈入第18届，8月27号将会在美国纽约花旗球场盛大登场。这一次是特别邀请国内人气很夯的啦啦队乐天女孩出席。除了是第一支受邀前往大联盟的台湾职棒啦啦队，乐天女孩也完成美日韩职棒邀请表演的大满贯。之前有到那个韩国去开球过，然后觉得非常兴奋。可是这次到美国呢，同样的我们也要表演，然后希望呢美国会喜欢我们啦啦队，然后也会被我们的热情所感染。OK， 美国 ，Here we go！乐天女孩的队长懒懒拍影片分享难掩兴奋之情，包括懒懒、林香、以轩、雅涵、梦洁等要透过啦啦队表演让更多人知道台湾精神。乐天桃园领队就表示，台湾独特的啦啦队应援文化是世界独有，也成为应援经济。而本届大都会台湾日套票就掀起购票热潮，售票系统一度不堪负荷宕机，延续了去年台湾日近5000张套票销售一空，成为大都会队史最畅销主题日的热度。主播，请支持 TVBS 国际 Plus 全新频道，让您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接轨全世界。恳请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